于说自己先碰到了本垒板，再被 tag 到。来看到这个球打到的是在中右外野方向落地形成安打，哇，黄世豪大头在那边要补一刀了。三垒上的跑者回来得分，现在一垒上的跑者连续靠了三个垒包也回来得分，在一局的下半兄弟相对，靠着第六棒的大头黄世豪敲出了这支二垒安打，带有两分的打点，比数变成3-0。哇，潘威伦嘟嘟哦，在一局的下半呢，目前就已经被打了四支的安打了，这支二垒安打在两出局之后啊，又造成重伤害。对，黄世豪这一棒啊，真的是一个大伤害。哇，输桂管太高了。嗯。也是打第一个球。嗯。所以今天在一局下半呢，这个兄弟相对的打者啊，看中嘟嘟的第一球，如果合胃口的话，就直接出棒。哇，嘟嘟，我们刚刚有提到了第一球的取得好球率还蛮高的，蛮高的情况之下了，当然一般打击教练都会